啊，如果观众有想要看我们其他的系列啊，可以多踊跃回答一下，我比较想要拍其他的系列。欢迎来到中古车值多少？现在在宜兰的罗东，要前往苏澳。来苏澳要估的是2017年的马自达6，四门 sedan， 柴油的吗？2.0 汽油，然后应该是旗舰，因为它有抬头显示，没天窗，有天窗都是柴油的。然后是因为这个客人是。可以看一下那个之前影片。我之前来宜兰有收一台 ES300H， 那个是我的旧客人，然后这次是他姐姐的车要卖，于是呢就来了。你是在等我讲话？不是，看你有毛病，我早 K 你了。我已经被这个天气冷到，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。现在17度，不行，南部小孩子是没有办法承受这种一开头的数字。20还可以哦，19就不行了。19就不行了，天底下有这种事？啊，这台是灰色，跑10万，2017年跑10万，他正常收购大约在40多万、50万以内。好，我们先去苏澳，那等一下先看车。那我先看一下。对加框，下面这边，它是机油，因为它这个锁螺丝，哎，中间会有垫片，哎，啊，你从后面看就比较明显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我们好几遍了，可以的，是吗？好，再麻烦，谢谢。好，不会。来到试车的环节，我先调一下18度，看它会不会冷。这种天气试冷气是最不准的。对啊，因为外面比冷气还要冷。这种天哦，真的，我不开开就直接回高雄。鬼刚哎！来，让我先感受一下大型房车的 feel， 还蛮安静的。哦，指向性也不错。可以问你一件事吗？啊？为什么试车要把循迹方要关掉？那不叫循迹方啊，那个叫贴车道偏移。因为他这个是小改前的，所以他没有跟车，他只有车道偏移，警示吧，应该是警示，对，警示。干嘛？怎么样？你这样跟车子自己聊起来，我觉得很糗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疯子，我是精神病。哎，底盘没声音，棒。现在回转要是。往右边，我们刚刚一直往左边，然后往右边，然后就下去田里。阿贝，出事了，阿贝！哎，刹车！哎，不会抖，很棒，就决定是他了，可以回去了。鬼刚哎！现在跑103803，回去应该是104多了。他不知道有没有选 CarPlay？ 没有，刚看完。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旗舰的 BOSS 音响，哦，好不好？欸，我觉得开起来蛮顺，我觉得很棒。看到这个画面，就是又在试车了。没有，是已经收到了。他们卖的原因呢，是要换大改款的 N 叉 ，You know。I know. Yeah. 这个 N 叉呢，这真的我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我以为你要讲什么厉害的东西。来讲这台马六，2017年的 sedan， 2.0 旗舰。旗舰有什么呢？
BOSS 音响，抬头显示，19寸的圈，然后它再来还有车道偏移碰撞预警、盲点侦测，外加选原厂导航，几万块的导航。啊，车色，钢铁灰，加多少？新车加15000的样子。4颗轮胎新的啊，跑五千啊，哇，南港的，就笑，想到南港就想到我之前装南港的时候跑了差不多7000公里下。那可是南港街，你如果放在国产车上，就是一般家用车啊，对，还蛮够的。其实南港它比较偏向家庭取向。对，代步家庭用，然后因为它是排水性比较好的轮胎，像你在北部啊比较容易下雨的地方，装南港就是棒。对，那目前车子需要整理的地方，有了外观大概有4片需要烤漆改修，再来是方向盘磨损。再来是呢，引擎的胶啊管，引擎上盖，上阳盖，有点渗油。那目前我开这台车，其实我觉得比大家好开多了。你眼睛打开，比大家好开多了啦。麻烦你享受的时候把眼睛打开嘛，你现在在开车。这台车呢，它当时新车其实蛮贵的，马六，对，大型中大型嘛，对，它其实蛮贵的，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汽油其实没有卖很好，在那个时候的柴油卖很好，但是小改款后之后柴油就难变了。那基本上马六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车大了点，有点耗油了。我们最终的帮我们的好客人加价了5000块，所以我们最终的收购价格是485000。险商可考成功核发股票价。这个就好吧，你看这个声音听起来，这可以拔掉了吗？啊，未来的开价呢？可能放在不要放在我脸上，那我就举牌，罢工，不会罢工，为什么？这样我才可以去外县市玩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次小小的宜兰之旅，先到这边。不是啦，我们这一次马六的影片先到这边了。别大家以为我是来玩。那如果有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还没按赞我们粉丝专页的话，记得先按赞。因为 FB 会比较快。对。还有追踪我们的 IG， 好不好？那如果你想知道你的车子的价格，一样可以加我们的官方 LINE。有时间会马上回复，没时间就晚一点回复，还是会回复。对，如果过了几个礼拜、一个月没有回复，记得打电话来。因为那个讯息直接被刷掉，直接被刷掉，讯息太多。啊，如果观众有想要看我们其他的系列啊，可以多踊跃回答一下。我比较想要拍其他戏，比如说在冷冷的冬天跳海啊。那个是阿义吧？降王世间。哦，我已经很兴奋了。下集哦。好像不太对。好啦，下次见。我要去估下一台车子了，拜拜。